这里是马来西亚首都最繁华的商业街，在吉隆坡五级免登这个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一块醒目的电子广告牌上不时闪现过的静思语，在一片喧嚣中显得寂静又惹眼。而无偿提供播出时段的就是苹果旅游集团。我觉得哇，这个不可思议嘛，有人那么舍得吗？说要把这个 space 这个空间让出来给我们放静思语，很感动啊。我觉得哎，我想认识这个人啊。苹果旅游集团副集团董事经理拿督斯里许玉兴在与慈济人的交往中了解了静思语。我们的上人他是把深奥的佛法变成很深化的一句话，你可以拿来用，分分钟天天你都可以用。几位同样身为实业家的慈济职工在得知他的意愿后，立刻促成了这桩美事。在这个广告以秒为计价单位的商业时代里，付出无所求的实业家许玉兴看到的也是如黄金般宝贵的刹那间升起的人心善念。所以我们首先呢，对慈济在马来西亚那种贡献呢，我们其实都蛮知道，就包括慈济它有静思语。那么其实这东西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如果你把这东西放在一种宣传方式宣传给大众的话呢，那刚好客人或者刚好一个人经过的话，他看到这个呢，那其实可以改变他当时发生的那种一念之差。据统计，在这个地段经过的人潮每个月达100万人次，有各国游客，也有上班族。随着周边几条轻轨的开通，能够看到静思语的人也将会更多。工作上给我们的压力很大，生活上的压力非常的大，脾气很暴躁了，看得到会改善我们的脾气啊。在行色匆匆中，愿静思语可以带给都市人一丝清凉和美善的力量。大爱新闻贾少燕、林伟德，马来西亚报道。